嗨，我是 Annie， 今天来分享很疗愈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。结束后我们还去吃了三粒冰淇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一起爱生活。脚踏车猪猪啊，加油妈妈，拜拜。这跟那个上那个有点像，勃朗大道，哎，真的还蛮像的哦。这个真的很像勃朗大道，对啊，旁边也都是绿绿的一片，这样。哦，要进来这个，我的路很小哎，有没有驾照？哦，这个还应该还好了。我们现在就要在森林里面。哎，在哪里都发生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你们还好吗？哎，你现在是学昨天那个开船的司机吗？都全部长得一样这样子。这也是花很多钱建设。种树就要花很多钱。对啊，他要把它弄成一个森林的时候，前面要投资很多。他要种多少树？这边的面积相当于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48公顷。哦，哎，很非常大哦，占地1250公顷。我们这边的森林是造成20多树种。我们这边是最开始使用的，它是最晚开的。刹车不能一个人刹，就是对，它两边没有啦，就是这边刹的，这边不刹的，就这边拿两只手同时刹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是一个人的两只手同时刹。那这边不刹，那坐右边的就完全不动这样子。哦，他现在不踩了，他想要那个。因为都很相信人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们在这个环境情境之下操作，其实那个感觉，那个其实真的很棒。在放松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把身体尽量的放松，就是都市那种紧张的节奏，通常把它丢掉。我会带一些活动，就是让你们的五感都可以沉浸在这个当中。交叉折一下，好像别针的用法，就是穿过去，够长就好了，这样够长，这样过去就好了。可爱的这个姑婆玉叶帽子，像别针那样穿过去，哎，好可爱啊，可爱可爱。保持安全车距啊，保持安全。哪里中毒啊？你没有保除啦。停车。你要来这间三粒冰淇淋。我要热的。热的在这里，热的排这里。这个是黑糖串冰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它这个 是雪花冰吗？不是，是串冰哦。串冰。这个烧仙草里面有藕泥，还有白木耳跟那个珍珠。不是泥。这个仙草啊，有一种那种还蛮浓郁的香味，你会想再来吃一次？嗯。如果路过的话，应该会吧。因为它比较特别，它不是，那是。
它不是把糖水加在里面，它是整个搅拌好之后去结冰的。它平常一碗刷冰是40块，刷冰好是30块。老菜脯，老菜脯都是比较黑一点的，小黑纹，小黑纹的防蚊液，对。